去的理发馆现在叫美容院，过去的厕所现在叫洗手间，过去的楼尊现在叫小区，过去的招待所现在叫公寓，过去的搬修山现在叫体系，过去的饼干现在叫聚集，过去的钱现在叫踢，过去的牛现在叫蜜，过去的团结现在叫凝聚，过去的做出租现在叫打的，过去的养孩子现在叫生育，过去的盖了现在叫全闭，过去的真漂亮现在叫甩呆了，过去的太痛快了现在叫好双叶，过去的哎呦妈耶现在呢哇塞，谢谢大家。